鹦鹉，不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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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堆那是公鸡。Hello， 小雨。Hello， 笑笑。各位啊，离母亲节的日子已经不远了，只剩下310天。所以呢，为了庆祝母亲节的到来，今天就来体会妈妈的感觉吧。超怕汤姆斯小火车了。大家还记得电疗器这个东西吗？我弟跟我呢，可以说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。OK 的啦，大不相欺。这还要再民国几年啊？听说呢，这东西贴在腹部的时候就可以体会妈妈生产的感觉，哈哈哈哈！破手了，我才不怕。我想我当下我妈一定想掐死我吧。我相信她一定很想掐死。我相信你现在就很想掐死我。对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对不起嘛，说真的，我真的本身也蛮好奇，就是生产时到底是多痛？你没有模拟过那种感觉？我月经来就快要死掉了。但是还是没有生产痛啊。我不想要生小孩。你知道动力火车吗？动力火车就是生产了。啊？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 ，Let's go。OK 呢，等下小小就把所有的电极切片贴到我的腹部 sexy 的地方，你就不需要手下留情了，懂吗？那就先把它贴在我的英勇的腹部吧。你这样子很性骚扰啊！你要告我吗？要。我就被告了嘛。你在笑我吗？贴上我的膀胱，不要偷看，色鬼。生小孩，我生了一打棒球队都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要开始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完全的贴好了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Let's go。既然要模拟生产的情况下，那应该是要躺着吧？先从强一点开始哦，就从强度一开始哦。不会啊，不会痛。你不要乱乱选，一次就死哦，会怕死哦。你会不会真的很痛啊？等一下，我还没准备好。等一下，还没。我跟你说一个故事，就有一天啊，小明他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他遇到一个车子，然后被撞死了。有没有听起来很温馨？有感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感觉。现在是一。我记得我在学护理的时候，一好像算是很初期的阵痛。那要来喽。先二就好。这是什么？腿痛了，强子，腿痛了。现在是二。痛，有点痛了，我很怕痛，我很怕痛。三。好痛，可是不想还可以忍受，我的膀胱一直在动的感觉，好怪哦。四。有点痛的，有点痛，电电的感觉。吸吸吐，吐你个头啦！这是可以吐了。几啦？现在是几啦？现在是五。现在不是十吗？没有，现在是五。你可以不要发出那种叫声吗？六。太痛了吧？你摸我的鼻子。流汗，流汗了，要扯了。现在是七哦。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说过，八是就是人大概就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到九就会开始抽筋了，所以他现在已经要到八了。哎呀，现在是八。哎，你的脸爆红啊，好扯哦！哇塞，你冒汗呢，好扯哦！我发个烂。好，我们八就好，还是你要再往上？我才不怕痛哎。现在是九。等一下，痛。等一下，很电又很痛。各位观众，等一下，各位观众，叮，好痛啊，痛死！哎，没有吗？他最高就九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最高是九，没有十，所以现在是九。等一下，我真的想吐。真的假的？哇塞！可以，我还可以。那我们换一个模式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脸好红哦，脸是我流的。真的哭了。换模式。换最痛的揉压。快点。不要不要，真的不要，真的很痛。放开，怎么说真的？模拟生产，去你的 ！OK， 各位，以下这就是模拟生产的样子。说真的，我全程真的很痛，非常痛，超级痛，痛到我快到18层地狱去了。我真的觉得我刚才生了一世纪的人哎。所以呢，我想跟各位说，你妈真的很辛苦，快去孝顺她吧。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买一台电脑器，然后你在家里自己试，然后在那边哀嚎，然后大家看到你的时候，你是在模拟生产，你是怪人了。OK， 小雨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左下角订阅一下，喜欢小雨的影片分享哦，随时弄来的，别按赞。笑。OK， 小雨，我们下见，拜拜。